阵吉尔的第三局下半场地图是圣心院啊，这里吉尔留一个就行啊 ，PP 留一个就行 ，MRC 的话必须要争一个四跑，所以说这边是搬掉了红夫人，放出了 PP 的雕刻家。应该会带一个挽留吧，带一个挽留怎么地稳一点，闪现，对，闪现挽留，然后底牌可以补可以不补，闪现然后封窗也可以啊，闪就是底牌挽留先点上，其他的八卦再说。上来找到的是咖哥，哦，底牌挽留先夹一波，但是这边的方向树判断错了，他以为是在后面这棵树，前锋这边躲一手，第一个人遇见前锋，嗯，怎么说呢，我觉得追到底也可以，因为这时候他没有传送的话也没有办法去换人了，只能是追，你再放过这个前锋去找其他的点位找不了了，只能是硬着头皮追，但是呢对于他留一个来说呢，硬着头皮追是可以的。哎，这边牛仔一勾没勾上来，我去，这一波配合没有能成功啊，因为前锋拉了一波球，然后没有到特别近的这个窗口，牛仔这波勾失误了，本来如果说能勾成功的话，这一轮的一个牵制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，但是这边勾失误了，那我这边闪现要开刀了。咖哥的前锋这个位置，哎，看一下躲雕像鸟顶上，闪现追出来的，现在没有闪现了。好，这里两个人同时翻出去追的话肯定是追前锋，前锋这里还有将近一半的球，看看能不能再牵制一轮。牛仔这边先勾，好，勾过去躲掉雕像， nice， 这一次勾到了，勾到以后躲雕像把人放下来，前锋往外走过板，雕像躲掉躲掉，漂亮，咖哥今天这边的一个操作还不错，挺好的，躲掉了很多的雕像，再拉拉到小房，小房这里是有一块板子先卡，哎呀，这里是个地下室，我天，这个地下室可能就有点难搞了呀，空军带着枪来了，但是来不及保一手，要救吗？要救外面的电机，牛仔修掉，先是再修一台，那还有一台空军的呢，因为要争一个四跑，这个局很难，追一刀，这里救下来，空军交枪，两个人往外走，咖哥这边的球不多，哎，这个位置看一下，六个雕像，先雕像补，没夹中，但走不掉啊，这个前锋，前锋，前锋，咖哥，哎，躲掉了一刀，拉球往前走，夹，差一段存在感到二阶，这边有一个翻板躲，等雕像的一个真空期，再想往外翻，但是 PP 这边是放了两个雕像，这叫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啊！这一轮挂进地下室的话，那可能只能是让牛仔来拼一枪了，能不能创造奇迹就看牛仔这一波了。但是牛仔没有一个硬控，没有一个硬控。向心分场还能够，因为现在皮皮已经到了二级啊，你真说这个牛仔，别说应该这样说，别说这个牛仔能不能救下来了啊，别说这个牛仔能不能保了，就能不能救下来都是个问题啊，就能不能救下来这个问题，还是第一波那个钩子如果能勾中，把前锋勾进鸟笼的话，我觉得这把求职者还是蛮有机会的，现在的话应该是比较难了，两连雕像一推没推成功，就是一定要救的吧，这把不救吗？不救，那就是想保一个三跑来保住一个净胜局，嗯，也是可以啊，没办法，这个局想要争四确实没什么机会了，两个雕像一个合体找到了这边的牛仔，雕像很多，雕像很多，而且闪现也快好了， PP 这里的话应该是想要争一个平啊，争一个平的话呢还能吃一个净胜局，两连雕像开一轮伤害，然后闪现一刀带走，通过防守来去打一波，有可能能够保平争胜啊！现在平局我觉得问题不大啊。哎，这里这一个钩子怎么感觉有一部电影叫《让钩子飞一会儿》啊？感觉先是停住了，然后牛仔后来又飞了出去，闪现一刀了，不交闪现，皮皮留闪现。哎呦，皮皮是真地稳。闪现交了对吧，说不定这边电机好了，我把闪现留了，管住电机慢慢打，怎么地我把这局保存一个平局。确实啊，确实有挽留有闪现，你说这三个人对吧，道具都已经没有了，鸟也没有了，你说争一个三跑谁信，你信吗？我不信啊，我是不信的，慢慢打就行了，交线行分场，看一下外置位的电机，先知这边走就走了，
夹一手闪现过来一刀倒在遗产机。好了，牛仔这边被摸满，空军要外面重启，需要有一个人来救，这局搞不好还要争一个三呢。哎，这里哦，有一台遗产机啊，大门有一台遗产机这边，但是向心分厂可以干扰一手，先打能不能打一轮伤害，看一下现在手上面是两个雕像，空军不太敢来救人的，因为电机没有好，救了等于说刷一波过啊，在面对二阶，哎，勾回去 ，PP 这边很有耐心，就是不交，他雕像就是不交，他就是守着，准备打一波防守，先知过半。现在要过半了，下一个象形坟场手上面六个雕像，我们看一下 BB 六个雕像会不会选择打一手呢？可以打一手啊，再交一个象形坟场。好，这边牛仔一盒躲掉，第二轮交不交？不交，佣兵啊，不是空军这个位置蹲着，好像看见了，看见的话就不一定过得来呀。一轮雕像没砸中，第二轮补上，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这里再放。打没打住，哎呦，一刀电机是已经压好了，一刀电机点亮先知，如果说想要真山先知要进医院，然后还要吸出一只鸟才有可能，25秒有下一个传送。这里的话雕像上面稍微差了一点点，但这边夹一下先知直接倒地也挂飞，那可以恭喜家了。确实这个阵容是，你说真的没机会四跑吗？是有机会的，只不过就是还没有把这个阵容的一个效果打到极致啊。但也没办法，这打到极致这种东西不好说的，能打成一个平局也是一个正常的结果了，就是正常结果就在这个平局左右摇摆嘛，四扎加四跑还是要看一个发挥的。好，这边跳地窖，那这边是恭喜家啊。